今天的太阳真的是有一点点过分的刺眼。超喜欢这样的林荫小道。我们悄悄的看看今天吃什么千层。哇塞，是芋泥千层。嘻嘻，我就吃一小口。这一看就是偷吃成功的表情。我的妈呀，入口满满的芋泥香。芋泥放的不多不少，刚刚好，口感是那种沙沙的。这个大好吃，我得再吃一会儿。哈哈，真的就只再吃一口了。然后再给小布丁留一点点。